民党这场的证件会，参选人拢甲箭头指向蔡总统。蔡总统今仔日一透早就到国民党的基地，为伫个沙尘暴的陈世忠拜拜。除了大讲家己的政绩之外，针对国民党的批评，伊嘛一一回击，火力全开。总统出来门，透早就到三零八的陈世忠，当选长就是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李乾良。蔡总统讲，总搞不分党派，地水时讲伊的政见。代言人说，我们经济发展没感觉，五月报税，我们很多人都很有感觉，大家说对不对？除了当家服务，嘛讲到托育的政情。五年之内，我们要增加3000班。针对台湾上好个国台民化工，六月以下国家来市财产开了去嘛，不要紧。让国家的财政可以自主，这个跟个人的家产是无关的。能源政策，韩国主席批评民进党执政失德比欠电更加严重。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不当，如果不是他们不用功，就是他们要刻意隐瞒。台湾不缺电，即便是在今天这么热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备转容量还是到达10%。蔡英文火力全开，看起来很凶狠。昨天有看到很多，不是凶狠，是坚定。蔡总统表示，讲能源带动产业的革新，若是成功，台湾就会使变成历年产业的带头的国家。2020，敢好都继续做中华民国带头的人，哪日一对一的擂台比赛就要开始啊！